啊，二少爷，这么晚才回来？是啊，飞机误点了。对了，我的行李在外边，给我拿到楼上去。啊啊！啊，大嫂，二弟你回来了。是，我去叫婆婆。哎，不用了，明天早晨再说吧。好。我大哥呢？ 飞机误点了。对了，我的行李在外边，给我拿到楼上去。大嫂，二弟你回来了。是，我去叫婆婆。哎，不用了，明天早晨再说吧。好。我大哥呢？有一班新加坡客人来了，到香港仔吃饭去了。 淑珍等你很久了，快回房去吧。是，您早点休息吧。明儿早上见。明儿见。